Hello，大家晚上好。Hello，大家520快乐。我们现在呢，就要等我们的神秘嘉宾上线。我们一起等他一下，大家今天好吗？大家是不是都乖乖的在家里呢？是不是有点快被，就是一直待在房间里面快疯掉了？希望大家都很好。我来看一下，腾腾上线了没？Yo，哎，Yo，520快乐！我很快乐。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两个今天是要找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很舒服的地方，然后一起直播给大家看，然后跟大家聊聊天。只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就各自在家里面，然后用连线的方式，对吧？对，可惜呀。对啊，大家本来口那罩个要地戴方好。很美，对啊，大家记得出门口罩要戴好。怎么样？怎么样？这几天在干嘛？这几天还好吗？状况？这几天就在家，就在家。对啊，我也是都在家，都。我觉得在家反而没有比较轻松哎，就是还是很多事情，就是文字的讯息一直回一直回。对啊，还是有一些工作要回。嗯，怎看一么样？下哦，差不多了，6000多人。OK，你520要跟大家说什么话吗？520，我爱你们，520快乐。大家520快乐！我有收到很多，有一些粉丝们，他们就是520这一天，他们做了一些影片，然后就是祝我520快乐，我觉得超哦，可爱的，真的超哦，级用心。你有吗？你应该有收到一些你觉得很可爱的礼物，对不对？有，我有收到，有珍珠们做了一段影片，然后用嗯。纸条，然后拼成爱心，每个人拼成爱心，然后每个人写纸条拼成爱心，然后传语音，就是传语音给我，在这个影片里面，然后回复他们，然后说我很快乐这样子，很对棒吧？啊，真的！我看到有一些人，就是他们还会请家人们一起拍这个影片，我觉得超可爱的。哦，真的哦，对，家我人间接吗？认识他们的家人。然后家人都有看进去。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啦，但是我觉得很可爱，家人居然愿意跟他们一起在影片里面出现。哦，真的哦，酷哦。对，而且最近已经有一些人，他们已经会弹。这首歌属于你了，哦，真的哦，超棒的，传导力极强，真这首的。歌。OK，那今天既然是我，希望我你们说，总有一天可以跟粉丝们一起大合唱这首歌。会的，会的，我相信会有机会的。对，那到时候一定超感动，你一定超级，你会哭，你应该要哭了吧？你应该要哭了吧？哈哈哈！哎，我觉得有哭机吧？会。哭，不可能不在哭那个当吧？下，对吧？不可能不哭不可吧？能不在那哭个当吧？下。好了，今天520，我有个礼物要送你。哦。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你也有礼物要送我？对，不可能这么吧？巧，不可能吧？太巧了吧？好的，我要送你的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你记得我们有一次。映后直播，然后有粉丝问我们说，如果我要送彼此礼物，会送什么吗？对，我要送很好你看这个呢。画。可是这个画，我觉得跟我原本想象的有点没有那么的完美。但是因为我下去之后，我用流动的方式嘛，我就觉得。
把它当做跟戏一样，把它当做一个过程，就是我不要特别去雕它，我就让，因为我是那时候说我们两个颜色嘛，嗯，就是比较哪一个是，我是属于这一块蓝白色，然后就属于比较黑红色，然后中间这个黄，中间这个金黄色呢，就是我觉得是我们两个的交界，交界点，所以呢，对，就是交界点，所以我觉得让它在中间，然后往两边散开，cool，就是我们两个是。冬天与夏天，然后找到一个交界点，它就会变成金黄色，跟小王子的头发一样颜色。对呀、哦，很好看啊，对不对？真的很好看，谢谢你。疫情过后，我再拿给你。好，那我要来喽，什么盒子里面是什么？糖果。不会是糖果吧？类似糖果，类似糖果，对，不可能想养胖我吧？我把这个挂在放在后面好了，跟小纯在一起。我的设计的珍珠，珍珠 ，Yep 可以耶！哇哦，我不会是第一个拿到的吧？对，你是第一个。可是它是 one size 的那种吗？对，我会不会戴起来，我直接脖子被这样子 choke 住？不会。哎、欸，很漂亮哎、欸，会这样子。那你这个是之后你要怎么样给大家？你会有网站平台吗？还是之后会再公布？哦，还没公布是不是？对，所以我算是抢先获得，抢先获得，你第一个会先拿到。耶、yeah, ！我换个位置，让他跟小纯在一起。你有看到今天有个特别嘉宾吗？小纯，没错，你的弟弟。你不会项链没有小纯没有一个吧？不可能吧？小纯、哦、太高级了吧？不可能吧？可能年纪还小。小纯年纪还小是？先带那个塑胶的就好了。我看哦，小纯一出来玩鱼小编直接爱心爱心爱心呢。刚刚我们开的时候他好像没有爱心，太扯了吧？小编不会在意小纯，更在意我们吧？不是应该更在意小纯吧？不可能吧？好可爱啊！我有看到，就是大家真的是那一天 MV 上线啊，告白版没上线。嗯，我那时候不是说6000吗？我才过一两个小时，我看我们后来结束之后我去看，我快哭了耶！那天我跟 V 姐通电 ，V 姐跟我通电话 ，V 姐也说她很感动，她快哭了。就谢谢大家，嗯，因为现在有多少？现在有多少？现在好像6700还6800吧。但是其实这个数字，当天的两个小时过后，就已经好像破两万观看了嘛，然后留言数就已经两三千三四千了。不得了了，对，我觉得谢谢大家，然后来看到你们，你们很好笑，你们说我是看不起谁呢？看不起谁？对不起，我太小看你们了。对，我真的是谢谢你们这么的支持， oh. 然后你们在上面留的话，我都有一个一个划过去看，然后我很有些人真的是把它写很长，那然后我很感谢你们喜欢这首歌，然后能够从这个歌词里面。嗯，接收到我想要传达给你们的讯息，也接收到历程与牧人的故事。嗯，有些人已经会唱啦，还标准，对啊，对啊。我今天下午在 Clubhouse 跟同学他们聊天的时候，就刚好有粉丝上来跟我们聊讲话，然后他正在练习怎么弹的，而且弹得很好。哦，真的哦？嗯，超可爱的。他没有现场唱给你们听。他说他也不会唱，就是他也没办法把弹跟唱合在一起，所以就他弹，然后我帮他唱。哦，
很可爱。感觉怎么样？就是你自己自创的，然后用从别人的嘴巴唱出来你的歌的感受感如何？哇，我就还是那种不太不敢相信的感觉。嗯，就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音乐嘛，但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发生的这么突然跟这么快，然后这结果是这么开心满意，对。所以我觉得我要特别谢谢，当然 Vicky 姐，就是愿意一直陪着我。那时候我有这个想法跟歌词给她的时候，然后特别谢谢我的制作人潘协庆老师。嗯，我跟你说过吧，我以前是不敢唱歌的，就是不太敢开口。然后是老师那时候在录音室，然后就教我怎么发声啊，然后还跟我讲故事。我觉得可能对演员来说，讲故事是一个特别有用的方式。就老师跟我讲完故事之后，我就变得很有想象力。嗯，然后我还要谢谢我的编曲老师飞舞老师，就是大家可能已经在平台上面听到了那个数位版，数位平台上面听到了深情版的歌，就是非常的丰富。嗯，然后等等十点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看 MV， 然后还有我的吉他十点，然后还有我的吉他老师赵玉老师，就是我一开始本来自己编曲的和弦是比较简单的，然后赵玉老师他帮我加了一些特别的小巧思，所以听起来比较丰富一点。然后我的和声老师是文德老师，就是我原本大家如果看过我去马来西亚的那部电影的话，就是这一刻想见你，那时候我在里面也有唱一点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认识文德老师了。文老师那个时候就教我了一些练习唱歌的方式，嗯，然后我的录音师俊哥，还有我的回音老师 K 哥，谢谢你们。就如果没有你们的话，这首歌是不会这么完美的让大家听见。哇，听得出来很多老师帮你，对不对？真的是我那时候我就很难想象，本来是一个我在房间里面，很 demo 很简单的东西，然后现在变成一个哇，好像一个交响乐团在后面。嗯，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你要不要分享看看你做珍珠的过程？我做珍珠的过程，用我的爱投入100分的力量去做，跟你一样，跟我一样吗？对啊，也是当然。你的珍珠材料怎么找的？我珍珠材料吗？我就一间一间问厂商嘛，一间一间问，就是、一间一间去问的。对啊，对，好可爱啊！因为我这个都是真的珍珠，对，全部都是真的，对啊。哎呀，这个我们私下再聊。好，哎、啊，今天 V 姐跟我说，汤姆老师就是潘协庆老师好像会上线，我来看一下老师有没有啊。真的吗？好啊，我跟老师聊个天。老师老师也很酷，你是一个很酷的老师。哦，看到老师了，不知道老师会不会跟我们聊天。嗨老师，Hello， 两个小可爱。我刚刚一直还好啊，我刚刚一直听你们在聊天，都已经忘记。今天是520哈，对啊，都没有办法出去。对啊，520快乐。老师，这首歌的结果你满意吗？满意啊，当然满意啊。你唱的这么好，而且你真的很会写。我就我当时刚开始听到你的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好像不是第一次写歌的人写的歌。嗯，真的呀，我很少听到那个创作者刚开始写歌的时候可以写出这么完整性，你知道，就是连词包括曲。嗯，葛老师，你那时候不会觉得我的就是选择的和弦啊太简单了？其实不简单的，你的和弦其实也不简单。真的吗？对啊对啊，
虽然就是你仔细去听后来我们的完整版的，其实那个飞舞老师在你的和弦当中其实有做一些变化。其实每一首歌应该这么讲，它可以很简单的和弦，它也可以让它就是用不同的和弦改变不同的气氛。那你在弹吉他的时候，其实你用的是比较简单的和弦，所以你才会觉得说你用的和弦是简单的。对，嗯，反而越简单越难。没错，立安其实也对音乐很有研究。哦，他是 DJ， 你知道吗？哦，他是 DJ 啊。嗯，哇哦，很少看到那么漂亮的 DJ。DJ 通常都是暗暗的，有没有？我们去舞厅的时候，然后看到，要不就快快的，对，对，就是兴趣啦，兴趣。所以我也很喜欢音乐，喜欢无时无刻的听音乐。哎，凯次可以跟那个善存一起合作呀？哦，真的吗？可以啊，对啊，你可以来做一个舞曲版的。善存好像听说也会跳舞，是不是？你们都会跳舞？不会。我会跳，我会跳。跳舞真的是我的罩门耶，我真的是跳舞，每次跳舞头就很痛。哦，是啊，立安，改天我们约他跳。不要啦，刚刚那个我们近距离爱上你有一个家那个林家威，他跟我一块， uh-huh. 对，下次认识给你看，下次认识给你。好啊。那天我们最后大结局的时候，我们就聊天，我们就说，不然我们下一次、嗯、下一部戏，我们四个人去演一个，就跟导演说，我们演一个组一个 band 的故事。嗯，啊，到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写一首歌了。呀呀呀！那我还可以加入吗？老师可以吗？老师愿意是吧？愿意加入我们吗？我可能还是当导师的那一种吧。对，老师来当导师吧。对对对，我就是专门抄你们的那种。对。嗯，老师，那你之前想就是一开始的吉他版呢、啊？你是有、嗯、对它有什么想象，才变成深情版的那样子的 background 的其实交响乐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哦、你写的歌，其实你不只写这首歌啦，你还给我听过其他你曾经哦，对对对，对曾经写过的就是写过的某一些歌曲。我觉得其实你有一个特点，就是气质。你写的歌就是有一种气质，嗯，那个气质呢，其实就算是很简单的吉他版，我都还是听得出来里面的，就是因为其实音乐本身啊，它当然可以变成舞曲，它可以变成轻快。那你这首歌其实、嗯、你写的歌其实是一定都要有一些弦乐、钢琴之类的，就是跟你的气质走在一起会比较搭配，所以。当初你开始走guitar 的时候，你自己有跟我讲过，感觉很像一首民歌，对，就是感觉写起来很像是校园的那种民歌， 对， 对不对？但事实上，我们来去以流行音乐的那个角度，其实你写的那个旋律，还有你的用词，其实还蛮适合现代的一些所谓比较文青一点的那种歌曲。嗯、所以，其实文青的歌曲有一些也是有那种。我们以前的那种民歌时代的那种比较简单的和弦嘛，对不对？嗯、然后简单易懂、嗯，然后就是比较气质一点。所以我觉得你的写的这首歌的那个 guitar 的那个感觉，让我想到了很多很多的。虽然刚开始，其实你在跟我聊的时候，聊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还不知道你要演什么，还有剧情，对吧？只是简单的讲到，其实你那时候才开始要演。对吧？对，好像已经在演了啦、嗯。那只是说，我不是很了解，因为还没有那时候是还没有看到真正的剧，所以、嗯啊，对，那时候其实只是凭音乐本身去想象，嗯、我就觉得它应该是、嗯、剧里面应该是蛮深情的，就是这首歌应该蛮深情。但是你又跟我讲说你是在剧里面有搞笑，所以我就很调皮的。对啊，我又很难想象这首歌跟你的那个剧里面的形象会不会差别差很大？其实还好，就突然本来搞笑，然后突然拿吉他在唱歌，立安有没有吓一跳？我觉得不会，因为那也是唯一一次展现到萧立成的温柔的那一面。
哦，不然大家都很搞笑哈、哦。就是文青的那一面。是、啊，嗯。那个时候，导演就跟导演讨论的时候啊，会加这一场原因，就是因为历程在前面的集数，他都就很活泼，然后很爱捉弄别人、嗯。然后我们就希望他跟牧人在一起之后，要有一点稍微的改变，然后可以借着这一场，把他可能平常不会展放的比较文艺一点、比较安静一点的感觉释放出来给大家看。对，就让历程那个角色多一点层次、哦。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哇，超酷的，就是我可以在一个戏里面。就是很像，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有点编剧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能够透过另外一个元素加深这个角色，嗯、我觉得，嗯，所以就开始麻烦老师了。嗯，我觉得蛮期待。等一下是不是会放那一首歌？会，老师，我们十点的时候会是不是陈情？会看，对，十点就会上线了。哇，好期待！嗯好期待，对，嗯，好期待。我那天第一次就是我们大结局那天上线的时候啊，我那天晚上真的睡不着，老师，我好兴奋的、啊，就第一次看到自己唱的歌，啊、然后自己的 MV 上架 YouTube， 我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我觉得好不可思议。但我觉得那天你第一部戏上的时候，是啊。是啊，我觉得你那天在录的时候很正常，之前都听你讲说会去上很多次厕所，我觉得你还算蛮正常的。然后我后来发现为什么了，因为我以前真的是会跑超过十次，但我觉得那是因为就是可能、哦、恐惧，就可能在对于录音室那个环境，我可能就我一直没有相信自己的声音，那我也不太敢去听。所以我可能就会更紧张，然后想要上厕所。可是因为老师那时候我跟你在录音室的时候，嗯、你是从就是我们在那边练习发声练习，然后你跟我讲故事，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我觉得就掉进那个故事的有画面的那个对、哦，所以我就变得很投入，我就没有想到我的身体想上厕所，说不定我身体也是想的、啊是啊，只是我忘记了。但是你忍住就对，对对对，就是我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我想上厕所这件事情，我想到说，哎、哦。欸这一句好像可以往那个感情这样各种，对对对。但我觉得你的吉他版跟深情版的唱法完全不同、欸哦、老师是你跟我说的，我以前以为唱歌就是一种就是一个 death style， 对不对？对对对。但其实你真的是很就唱的时候很不一样，我自己也吓一跳，就是一般其实会就是不习惯的人，他其实就用一种声音嘛，但是他是两种。就是有深情版的跟吉他版的，它完全是不同的空间，然后而且你在唱的时候的那个表情的距离，嗯嗯，所以大家都只听过吉他版，对不对？所以今天可以听到他们深情版也听过了，在数位也听过了，听过，嗯，只是没有看到 MV，、哦、今天是 MV， 哦，没有看到 MV， 哦、嗯、，OK OK，MV， 嗯，也蛮不错。谢谢老师陪我们聊天，啊，谢谢谢谢谢谢，五二零快乐，老师五二零快乐，好了好了，那我就先拜拜了，好，先下线，好，老师要看那个善存的，那个深情版，好 ，OK， 五二零快乐，老师五二零快乐，拜拜。导演，老师需要我帮你吗？不要不要。哦哦哦！哎，老师比我蛮厉害。我记得我们第一次上来的时候都要别人踢，对不对？什么上来什么？我们第一次加入别人直播啊，我们都要别人踢我们。哦，他要自己用掉。没错。哎，我刚刚是不是看到我们的小鬼跟小叶在线上？对啊，要不要教他们一下？把他们抓上来聊个天。我们刚才玩那个画画的。欸，我刚刚看到，但我刚刚来不及加入。欸，小鬼不在了。小叶，你要上来吗？你要上来就按确定哦。不知道他会不会上来。砰砰砰砰砰砰砰。Hello， 大家。
有铁三角，铁三角，不可能，我不可能没有那个珍珠项链吧？不可能吧？不可能吧？不可能没有画画，不可能没有亚克力画吧？你是要你是上来要要礼物了，是不是？对，我上来要礼物，要完我就要走了。哎、欸，你们刚玩那个好玩吗？就蛮白痴的。我、哦、好想玩哦，因为我刚刚看到心灵有po，有。哎、欸，导演画那是什么东西啊？是乌龟吗？你猜，你猜。乌龟啊？不是。你不能，它是一个动物，没错。一个动物，没错。但不是乌龟。哈？长那样还能是别的？想想看，我想看。你要发挥你的，你要发挥你的想象力。再想一个，我再告诉你提示。几个字？几个字？几个字？三个字，三个字。穿山甲啊！我跟你讲，跟穿山甲跟乌龟这类的东西差非常多。它比较体型较大。导演说不要告诉他。导演为什么？不要告诉他。导演怕被笑。不然我们找导演上来聊天啊。可以哦。可以啊。好啊，可以啊。导演你要上来吗？导演。啊，我弟。没有，你弟不在啊。哦，他不在，啊，不行，好吧。导演没有更新，我没办法邀导演。你弟去哪啦？他是不是去画画了？还是去做珍珠项链了？他听到你的，他想说 他可能他等一下可能在我家楼下打电话叫我下去，有可能。我到底什么、啊？如果你要珍珠项链的话、哦，我要一个独一无二的。什么？你说什么？我说你要珍珠项链的话，我要独一无二的。你要独一无二的是吗？你自己想啊。你说哦，跟你交换吗？要交换的、啊，交换。可以啊，我想一下。那萧立成要绝无仅有了。不是啊，我已经。然后再跟善成交换一副。哦，就我再跟你换一副。嗯，我也换一副我自己给你。可以。啊，导演不能接，你可以继续猜啊。对啊，继续猜啊。但我觉得太难猜了，我觉得你猜不到。他就体型比较大，你再想一下，想一想，是体型比较大。我天啊，那个什么啊，北极熊？不可能吧？不是，是熊吗？很类似，很类似，感觉是熊，无尾熊。不是熊，不是熊，没有了、啊，没有东西长那样了。你他不是长那样。山哥上线了。哎、欸，我要不要介绍给信息认识一下？谁？哦，我跟山哥有，我们有私底下有私讯过、哦，对对对对，哦、真的、哦，对。但是你们还没有一起直播过，对不对？对，我们没有直播过。那我们问前几天，山哥你要上来吗？前几天那个前几天你们跟焦哥的那个，我有去晃一下。哦，我来看一下。对，我来看一下，因为那个艺儿我也认识。单纯你要试案的吗？试案哥没有，我要看试案哥他要不要上来，我怕。哦。还是哥，我邀你，如果你不上来的话，你就不用回我。哦，好。新角。哎，我底下有个人讲，我猜是奥特曼，奥特曼不是奥特曼。嘿，哥说好。哎，思安哥说可以。好的。耶。哥，五二零快乐。
520快乐，520快乐，来520快乐，是安哥。等一下，我先选一个滤镜。好的，我们派立安陪你选。等等，我们是兄弟党，一进来就要选滤镜。真的假的？那我也要选。好，我们大家可以啊。好啊，我已经我要选520快乐，520快乐，520快乐，快乐。我刚刚在工作，现在的工作的很奇妙，就是不用去现场了，然后就自己录音这样子，所以今天就很随性。哦，没事，一样都在家里，对不对？我现在在公司，对对对，啊，在公司都没人，哦，空荡荡，对，新歌很好听。谢谢哥，而且我最近世安的感受怎么样？感受啊，觉得很浪漫，很甜啊。哎，我终于跟安俊鹏可以同框了耶！对啊，嗨，嗨，大哥，恭喜！哇，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遇到哎，你们发型差不多哎。哎，等我一下，我拿个耳机。好，你们的发型长得蛮像的。哥哥很认真在挑选滤镜，对啊。喂，听得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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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俊鹏、三哥，你们520有没有话要跟粉丝们说？因为我刚跟腾腾跟520的时候跟粉丝说过了。真的吗？我要说的我都打在我的现实动态上。好，我有看到，我有看到，我会生气。对，他们真的是太有心了。他们有做一个那个视频，然后是他们自己录的，我觉得蛮可爱的，很感动。他们真的是很有才，太有才了。但是真的不要再乱花钱了。We are the world.We are the champion. 你那个是又是地球，地球下午出现过地球。We are th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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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小安，你又在干嘛？哒哒哒哒哒哒哒。他在他的地球的世界里。哎，你的脸比地球小好多。哈哈，没有，在说地球特别大。我刚刚有在录那个电视，世安哥还没讲啊，世安哥还没说呢。你说520的那个吗？不是不是，善存。哦，有，刚哥说了啊，哥说他。我觉得很好听啊。然后我刚刚有录很多电台的那个 DJ，就是我要当 DJ 去推荐一些音乐，我都有推荐你的歌，然后我有帮你们宣传，就说他是，谢谢哥，他是历程写给。他是写给就是 CP 的歌这样子，对对对对。跟你跟我一样嘞，因为我最近要上音乐的宣传嘛，然后我有一个节目类似这个，然后我就把那个遗失的灵魂放在我的歌单里。谢谢谢谢。不会，就是我觉得我们剧里面有其实有太多，真的是因为我们走过了这十几二十集的路程嘛，然后就觉得很感动的歌，太对，有很多回忆吧。对啊。但是你们现在还是会有活动，对不对？会比较多在线上吧，目前的。哦，好吧，还是可以常常直播聊天。真的。而且我终于啊，我们都像吗？我们都像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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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大家都去看了《我们都伤》了吗？就是世安哥新的 MV 新歌。三哥在里面的演技，哇，演技太厉害了，精湛了，很刺激耶，很刺激哦。演打戏，我很怕错手真的打到对方。哦，对，哦，那是假打吗？一定是假打的啊。如果对方是嘉威，是不是就不一样了？真的打，这一次都而且不会是单手拿花瓶，会双手都拿花瓶。金丝都真打，哎呦，
其实嘉威真的也很可爱啦，我们只是很爱欺负他而已。他真的是很可爱啦。对对对对，他等下上来会生气吧？他说你们在我不在的时候呛我。他已经在线上了吗？天哪，他已经在了。他说我什么？储藏室什么？那嘉威是不是最能体会像诗安哥打那个人的感受？哎、欸，他发问。他有种为诗安哥储藏室亲密系刺激吗？我觉得，哎、欸，我觉得嘉威你的比较刺激吧，因为你横跨很多地点、欸，有床上啦，有图书馆啦，有沙发上啦等等的。对啊，办公室、欸，办公室太刺激吧？对啊，你是不是想，是不是如果弟弟不在的话，哥哥就要负责回答这些问题？不可能吧？你要回答要回答什么？你觉得哪个比较刺激？是挺刺激。那哥哥，你觉得弟弟表现怎么样？弟弟表现吗？弟弟表现还不错了。他除了扣子比较差一点，其他都还蛮好的。那哥哥比较享受在哪一个地点？哪个地点？说观点，我想知道。小安好笑，都哪个地点最刺激？快点！啊？哪个地点最刺激？最刺激哦，你应该那时候我们在拍那个办公室那一场戏的时候，我们当下在拍的时候就想说，哎、欸，这该不会办公室不知道有没有装摄影机耶？然后一看那个办公室那个黑板上好像就有一个摄影机，真的、哦。然后我们就说，我说好，等一下我们在那边，我们不是原本是坐着吗？嗯，然后坐着的时候聊，然后讲一讲话，然后我说等一下去沙发前就先把那个布把摄影机盖住。你知道是盖得掉吗？它不是在墙壁上吗？那应该是盖得掉的，没有，它是一个投射的像这样子的那种，然后就把布把它盖起来，应该就没问题。哦。所以你还没回答哎、欸！哇，哥很猛哎、欸！三哥很会问哎、欸！对啊，三哥超会问。哎、欸，怎么办？我现在觉得我头发好丑哦。哥去戴帽子吗？我没有帽子啊，顺顺的就好了。OK 啊，好吧。跟律师同个发型。是吗？没整理，我就是很随意。对啊，我也是很随意耶，没有想到今天是要弄一点发型 啊，所以你的回答是，都很刺激，都很刺激，都刺激，都刺激。其实应该你要选，你要选图书馆也很刺激啊，对不对？去图书馆应该最刺激吧。图书馆搭那么安静的一个地方，然后你那个地方又不是说真的很隐秘，对，而且你们可能会听出声音，哦、对不对？一定有吧？不可能听出声音吧？那边真的塞得下你们俩。这个你可能要问，你可能要问收那个，问崩面国宾。对，你要问收音师。哎，嘉威说一切交给哥哥，交给我哥处理。我觉得他在那个哎、欸，他现在我们怎么可以这样放过他呢？哎、欸，有吗？刚刚有人讲话吗？没有，刚刚没有人讲话、那個。真的吗？我刚刚听到声音哎、欸，我也听到一个就是类似外星人语言的声音。啊，对对对对对。好啦，那嘉威在线上，那我就先下线咯，你们赶快找他上来。好，我们把他拉上来。谢谢哥陪我们聊天。谢谢三哥。520快乐大家。520快乐。520快乐。520快乐。哦，记得要戴口罩，全洗手。好，那多消毒。哎，你踢我吧。哇，好哥，我踢你。
我是可爱的小三哥，拜拜，拜拜，拜拜，来咯，小鬼，小鬼，小鬼不可能不在吧？小鬼。嗯，完蛋了！不要按，别乱按，别乱按，什么意思？太可怕了！你什么意思？哎、欸，我有按嘉威吧？哦，有，他在里。嘉威可能在，他可能在忙碌。噔噔噔噔噔，睡着了。哎、欸、，Hello， 没有没有人呢、啊。再按他一次，是不是他可能要去外面？师傅，师傅，我们等你，师傅。哎、欸，师傅，哎、欸，刚进不来，网络超差。不可能是你不愿意进来吧？没有，怎么会？我怎么敢？三位大哥在这里。哎、欸，你哥问你说你五二零，有没有什么表示啊？你说对我哥吗？对啊，你哥问你的。五二零哦。哎、欸，我们明天有那个、啊、秘密行程。什么秘密啊？不可能不告诉我们吧？我明天有秘密行程呢。我明天有秘密行程。哦，真的、哦？啊、哦，真的。对啊。不交。那个，我们就不要群聚啊，太多人。这我们两个刚好，两个刚好。对，两个刚刚好。虽然规定是五人啊。对，你们两个也可以去群那个约会一下。我们两个已经刚刚已经把我们的心意都透过一些东西交给对方了。什么东西？不告诉你，告诉你，不告诉你嘞。透过什么东西？你告诉你、啊，前面不在哦。没有，我刚听到中间掉了一段，刚网络有点差，不知道为什么。好，不在就不在没。你说前面吗？哪一段？没有啊，莉安她做了珍珠送我了，然后我画了一幅画给莉安。真的假的？为什么没有？你跟你哥、啊，兄弟党是哪来的？回兄弟，回进来也是要。不可能没有我们的吧？刚刚你哥也讲这句话。不可能没有我们的，可能没有吧？我们两兄弟不可能没有吧？欸有啦，怎么会没有？好啦，有吗？现在直接杀去你家去拿哦。对啊，我们直接去哦。啊，哥，你要这个吗？可以放在你房间里面。又是他，又是他，可以放在房间里睡觉。怎么会有、那個？我拿来垫脚。垫什么脚啊？放在枕头旁边，然后陪你的头睡。让你睡觉的时候會想起我。你自己做的吗？不是，他说过是粉丝送他的、啊，之前粉丝给我的，对，蛮久了。这个，哎、欸，这个我放，对，收藏很久了。哇，我再看一眼，我再看一眼。你要，我不会给你啊。我想看啊，我想看一眼。OK， 这只能给我哥，让我陪伴我哥睡觉。你的话就没办法。要询问你哥的意见吗？我怕床都放不下。我床有很多娃娃。熊大吗？对，我有一个熊大。哦，好可爱哦！对哦，好可爱哦，还蛮像嘉威的。对啊，感觉还缺一个这个、欸，可以打他。蛮缺的吧？
没有，那你睡那个时候突然醒来，那、啊、你不会被自己吓到吗？不会啦，吓什么？这我自己又不是别人。我是自己。不会，这我自己怎么会吓到？如果是别人的话，还有可能。下次我就换一个你。如果起来是立安的，如果是立安，真的会吓一立安的，我应该会真的吓一跳，我会弹起来。会吗？我现在心里面有一个，我现在心里面默默有一个人选。谁啊？什么人选？我觉得不好笑。是谁？什么东西？哎呦，你那什么滤镜啊？什么啊？哦，你说我520对我哥没有什么表示哦？对啊，早一天我会就是补偿他一顿。料那个手做料理，我们互相补偿。他做意大利面给我，我做牛排给他。不是啊，你不是欠我们一顿红屋吗？哎、欸，那你们两个什么事？你不是欠我们大家一顿红屋吗？哎、欸，有你们两个是不是？没有。对，我们先对啊，先让我跟我哥来吧。好的。哎、欸，十点快到了。哎、欸，对，现在9:51了。哎、欸，今天又是另外一支 MV 要释出的日子了。哎、欸，我们还没看过哎、欸，看一下，我要去拿电脑。十点啦，还有9分钟。但我已经先看过了。哦，你看过了？我已经先看过了。废话，我一定要。你有一起去？好哟、哦。我谁？我谁？我谁？你珍珠。大家准备好，准备好，就是你们要准备好，准备看一堆闪光。一堆闪，比告白版还闪吗？我觉得有，嗯、我觉得有。哎、欸，其实我在写，就是因为这一段比较长，然后它有第二段的 verse。然后那时候，哎、哦，哎、哦，我们的安安，哎，俊鹏，直接跳掉。啊，那我们邀请第四位，第四，哦，你这些，哎，加油，红框，红框，你好有梗哦，你好棒。最近在家里太无聊了，你知道吗？真的，拜托。你要多开多开直播啦，太好笑了！我现在开直播可能会很疯哦，不会像之前一样。我现在已经打开那个。欢迎我的朋友。这是什么？太空人吗？对。哦，所以你拿到一个太空人跟一个地球，是不是？对。那是粉丝送你的吗？就是有，我刚突然那个网络不知道为什么断掉了，好可怕！是断电吗？应该不是断电吧？哎、欸，你哥停住了，今天没有收到那个通知啊，应该不会。没有了，没有断电、欸。我哥又断了。哎、欸，我们这个留言是不是又慢了？我又断了吗？会吗？没有吧？没有吗？我现在断了吗？俊鹏说个话看看，有、哦、你好了，你好了，你好了，一点点，我好有一点点慢，就是你会顿一下，顿一下，你会稍微 lag 这样，就像现在一样，就像现在一样，哎呦，这样可以吗？跟画面对不到。出事了！是我要不要再进来？我退出。好好好，然后你要再进来，重进一次。哇，我变电灯泡了！为我们准备闪光。你今天要干嘛了？你的脸怎么那么红？
不会是因为看到我们两个吧？没有这滤镜了。没有吧？你把滤镜关掉也是这么红啊？没有，好不好？欸、我刚说到哪？我刚刚说那个啊，就是我的第二段 verse， 就是还有更多的词。然后那时候我在写的时候，也有想到永信这一对。哎呦，哦，对，其实我也有想到你们的画面，然后写到，然后才写出来的那个感觉。因为对，就是我觉得从另外一半身上得到能量去面对这个世界，就是甚至你们那边给出来的这个感觉，比我们这边更强烈。因为你要跨越亲情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反而是比我们面对外人更难。哦、对，哦，欸、可是你这一段是在之后才加的吗？因为没有，原本就有了，只是哦，原本就有，原本就有。可是因为那个就是剧里面只有用了前半段，因为整个唱完，牧人应该已经哭死在地板上了。我也觉得。不要再谈了，小叶，我现在好了吗？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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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哦，真的是，是，终于，哎、欸，我看到郑怡姐在线上。郑怡姐，可你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拍你帮我做早餐的那一场戏，郑怡姐有来探班的、啊。哦，记得郑怡姐。郑怡姐好，晚上好，郑怡姐五二零快乐。还有来吗？有啊，郑怡姐现在在线上。郑怡姐，郑怡姐超支持我们这部剧的呀，她那个时候都有发我们。前三四集的时候，今天郑怡姐都有推广，她有看的。哦，郑怡姐有点酷盖爸爸。哦，嗯，没有。大家记得看完《近距离爱上你》之后，可以去支持导演的酷盖爸爸。酷盖爸爸。现在是下两分钟。哎、欸，莉安，你那时候看深情版，你有哭吗？我很感动、欸，就是。说老实话，比告白版更感动的感觉，因为到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大家就支持，赶快，等三分钟，我现在不能透露太多。那小纯哥有演吗？小纯这一部就没有，因为我花不了这么多钱请他。哦，经费有限，经费有限，经费有限。毕竟他是大牌资深演员，你是不是很介意我们在完全娱乐里面把小陈放你头上？没有啦，还好。我想说，哎、欸，怎么会有 tag 我这件事啊？我就点开來看。我突然想到，还说我阴魂不散，是不是？我可以在完全娱乐的唱 slogan 的那个画面、欸。你今天不会想要再唱一次吧？不可能吧？没有，不可能吧？你不会想要上诉吧？我的荣幸，很开心，真的。该上诉吧？哎、欸，会不会之后就是后面都是你啊？没有，就每一个。哎呦，剩下六十秒。大家可以打开你的电脑哦，然后搜寻这首歌属于你深情版。我去拿电脑，等我一下，我拿电脑。我来看一下哦，深情版的呗。嗯，哎、欸，俊猛应该没听到。我那时候说我的，因为这一段这个深情版的 MV 还比较长，它有第二段 verse。那我那时候写第二段的时候，其实我有一部分有想着永信的剧情写的。真的假的？嗯，因为第二段是比较写关于两个人面对别人或者是亲人这一块、嗯，然后我觉得永信这一段需要面对到的勇气，可能比我们面对别人更大。好好好嗯，对啊，所以就是你们帮我写出后面这一段某些部分。哦，谢谢善存，我觉得应该很，我现在已经准备
准备在这里首播了。好，那 我要录一个正式的。大家都已经在等了，你看，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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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倒数好可爱啊。哎呦，好吧，哎，我哥又消失了。嗯，看一下，许彤，哦，我一直断，好烦哦。没事没事，你断了我就邀你，你断了就邀。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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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钟，谢谢。嗯，噔噔噔噔。30秒对不对？对，30秒。而且上传这个。影片是不是还有一个小彩蛋惊喜彩蛋？你说声音吗？不是，就是剪剪。嗯，哪一方面 ？MV 这个 MV 剪。嗯嗯，什么意思？没事。嗯，哥你在吃什么？哎，好，开始。我吃粉丝今天送我的520礼物。哦，真的吗？那是什么？巧克力杏仁。哦，来了来了。加威娱乐。加威娱乐，没错。哪里？哦。哦耶。哦，可爱哦。我不能乱讲，等一下，等一下，我骂。没看到人，我这边吧。这样。Yeah. I love you. Be with you. Wow. 小纯，哦，小纯，他有出演呢、欸，背影，哇，回忆杀，背影不用给钱吧？
哇，可以可以可以，这是回忆杀。哇，嘉威你要出演啊？有哥哥，我被揍了。刚好我今天要炸鸡，炸鸡哦哦，嘉威又被揍了。嘉威又我看到了。这一段其实是我在想永杰写给小叶的感觉，就好把哥哥捧着的感觉。哦，帅哦！你觉得你在这个录音室超帅的，很有感觉。哇哦！哦，绿茶哥也出演了。你捧在手心，依靠在我怀里，太浪漫了！谢谢大家又陪我看完了一支 MV， 有你们真好。导演，导演，导演，等等，要不要？导演有更新吗？现在想找导演上来讲。这 MV 是后来是导演跟剪接师帮我们就是再剪的版本。谢谢导演，好好听，跟乔思姐，好好听，好好听哦。哎，俊鹏，你要不要 cover 一个？感觉这你唱也是很好听的。对哦，感觉我帮你弹，我帮你弹。真的吗？我们要你帮原唱要帮我弹，要我 cover， 我帮你弹，压力太大了吧？不可能不唱吧？一定开始了、哦，我也不可能不唱吧？哎呦，不可能吧？哥哥说的不可能不唱吧？主唱都要帮我们配乐，你不可能不唱吧？不可能吧，嘉威？是，大家说的是要合唱吧？合唱是好哦，好哦什么？好哦，大家一起合唱，什么意思？可以耶。不然嘉威，你看我有什么感觉？你先说。逼你讲心得，因为我觉得这是不知道，我觉得这好不同风格哦，跟那个告白原本对不对？就是 对告白版你会觉得是很甜，就比较像是你们很像是成人可能在一起交往的那种甜蜜日常生活，然后这个版本就好像。近距离整个回忆会浮现，然后会拉到可能我们还没在一起前经历的风风雨雨那一种，就我觉得会更、嗯、就是两种打动人的地方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
我会觉得更打动人，是因为从更感人。对，从前面一些经历的风风雨雨，到最后变成很甜蜜，很赞。谢谢导演，谢谢导演。不会不会，导演姐好。我出现了几次被揍的画面，很棒。嗯，就是，抱歉啊，抱歉师傅，抱歉，我不应该打你的。不会啦，不会。我觉得前面就是，对，该打嘛。然后开始。很赞的，用回忆涌现的感觉。小叶还满意吗？很棒啊！我刚你们在看的时候，我都没理你们，因为我一直在看，就很感动。这跟就是。告白版就比较甜，就是甜蜜蜜的那种，但是这个深情版就是感觉从 就是感觉把这一路的辛苦，然后最后是很圆满的一个结局，都讲得很清楚，交代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很感动人。然后你说你后面那一段是有想到永杰那时候的那个心情，就捧在手心的那个感觉，那个我是对啊，那一幕听起来就觉得很不一样，就觉得哇天哪，辛苦了，辛苦了，辛苦永杰了，辛苦大家。我因为我那时候在写的时候，我觉得就这首歌当然是立成写给牧人的嘛、嗯，但我觉得前半段我写给他的，那后半段我想留一点东西是可能是我们近距离爱上你要跟大家说的话，然后也能把它送给大家，所以也要送给永信。嗯，谢谢，谢谢你。毕竟永杰辛苦那么久，一开始还被打巴掌。请我吃鸡，每人都有，每个人都有。等等，怎么样？再听一次怎么样？我觉得我很喜欢深情版诶、欸，我觉得已经是贯彻我们整个。回忆的过程，还有酸甜苦辣都在里面，然后就会觉得说，哇，陈牧人跟萧立成这段感情是很真实，然后很令人就是很怎么讲，很像在坐云霄飞车，然后也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我很喜欢最后的那一段，然后像是我第一次听善存跟我说我爱你啊，哈哈哈哈，对，第一次听到善存跟我说我爱你，你要说彩蛋是这个吗？对，还有我刚就说是不是录音啊，你还说不是，就你是独一无二的。的牧人，我是我是独一无二的萧立成，萧立成，你是绝无仅有的牧人，你是绝无仅有的牧人，我爱你，嗯，对啊，谢谢你们，哎，对了，讲到这个，就是上次告白版的 MV 那个时候说过六千要有小礼物要送大家嘛，对不对？哦，在这里，是。是这个，我跟腾腾准备给大家的小卡，然后我们有签名，然后后面有歌词，哇，然后就是要、欸、如果抽到我，不要不给我，我有留言，抽到我要给我，我抽到要给你，对对对对，然后对会我们会抽，在 YouTube 告白版的 MV， 我们会抽十个人，然后我们抽到之后，你们可以把。我看 IG 啊，或者是 Facebook 里面可以去我官方的地方，就是留言说你们抽到了，然后叫什么名字，然后把你们账号，然后给我们，然后我会在后面就是写上你的名字，然后写一段话给你，这样子，就希望这首歌，这首歌属于你，然后这个卡片也属于独一无二的你，这样。抽到我的话，应该不会写小鬼吧？抽到你的话，应该会写，应该会写名字吧，不会写小鬼吧？
我写土铁三角。哦，寄给你，然后寄给你，你知道吗？他直接把它撕。然后，所以这一版申请版也会再有小礼物给大家，然后可能会跟这个卡片有点不太一样，是另外一个。那、嗯、开个数字，开个数字。对，上次我说6000，大家就是大家觉得我好像太没有自信了。然后我很谢谢你们这么支持。那师傅，你觉得哪个什么数字？我觉得至少10000。你上次你上一个告白版多少？到现在？我那时候现在6700啊，可是他们第二天就刷到6000了，我真的超谢谢大家，超感动。就是大家，我还被大家骂，大家说你怎么那么不自信，这么小看我们？哎、欸，大家都你看，大家都100万，太夸张了啦！那我那个卡片永远送不出去哦，我要堆把我家堆满。10000啦，我觉得10000吧。好了，那师傅你说10000对不对？看你手比出来。大家刚刚都比一，大家一起比一，还是8888？好，8888或一，大家比，你们三个比一下，我抓多的那个，1、2、3。好，8888是不是？8888，刚好我们四个八。好，8888，个十百千五，没有个十百千，个十百千而已。对，到万就8888。好的，那。申请版的 MV 就是过8888的话，我们就会再抽小礼物送给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刷起来，刷起来！申请版禁止林嘉威留言。哎、欸，抽到我要给我，不别删，不要抽到我默默删掉。Yeah，NUG 大概今天我觉得应该12点就破10000了吧。点阅，但是我真的觉得喜欢成人 CP 的就会看这个 MV 就很足够唤起很多陪伴我们这段日子的回忆。真的很。是不是听完这首歌又有点感伤了？又开始感伤起来。我再回去看一下近距离。对，这个看这个看完，很像又会想从头看一遍。对啊。哎、欸，对啊，你们从头看了吗？我有看很多，因为看完会感伤了。对啊。可能我有看我导。嗯。我说我看我打我弟弟那一段很多是不是我已经很久没看那一段了。哎、欸、对那一段哎、欸、都对我弟很好。我觉得那一段那个现场的感觉我一辈子忘不了。就很我也一辈子忘不了。对。都比是他旁边的人都觉得难受。他在里面哭，我还躲在外面哭。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我永远忘不了你有带钱来，你怎么带钱？你怎么钱？哎、欸，我真的现场，我就觉得我好强哦！我就回想起来，我为什么可以对你那句话免疫啊？真的，我在当下就是只在乎哥哥啊。对啊，我觉得我好强哦。后来看播出，我就笑，那一趴就笑出来。搞不好是哥哥在走的时候先付钱呢、啊，有可能，有可能。哪有？你就没付钱？他后来说要来接我，你还说嗯。他可能已经就是心痛到忘记付钱了，对不对？他衣服穿了就跑了。对啊。那我们今天大家在刷说你怎么有钱？你怎么有钱？哎、欸，我看到那个不可能吧，已经被大家发扬光大。对啊，哎、欸，超多，超级多。不可能吧？我就想要历程的那个声音。
对，全部人都被立成化。大家真的当初那贴图应该也要录一个不可能吧？我就可以在群组传了。天哪，可能吗？哎，对了，然后就是除了刚那个告白版的，然后今天的直播，我想说，那你再抽四个，我们一人抽一个，怎么样？好，现在哇哦，可以，就我们等下，我们等等结束前，我们一人抽一个，然后你们帮我截图下来传给我。好，好，我现在自己先留言，然后抽自己。不可能吧？弟弟，你留我，我抽你，然后你等下我，等下我留言，你抽我。互take，互take，好贱呐、啊欸！我留了，我留了。哎、欸，我找到了。那要讲什么 slogan？ 设计一个 slogan。这个很棒，我截图了。不可能不抽我吧？不可能不抽我吧？笑死！我 YouTube 跟 IG 都抽，不可能抽不到吧？如果抽到你，我一定把你公布。我跟全部人讲，不要，他会骂我，他会说我占名额。我就直接跟你，对不对？我不跟大家抢名额了。嗯。我就直接抓着上层，叫他再签一份给我。那有什么问题？当然可以啊。好好。那不然我们先从腾腾开始抽好了。好啊，我先抽。那我要、啊、看你要怎么抽都可以。好，我要将大家留言上去，然后我就直接抽那个人最快的，最快的我就抽他。你说打字最快的，好，大家注意听哦。你自己截图哦，才算的。好，只要留言打这首歌属于你。我爱 H 四 Forever， 而且那个 Forever 是要那个 For， 所以是 H 四 Ever 的意思，对不对？哎、欸，我赢了，我赢了，我最快。哪里天下？你的边听边听，你很烦呢、欸。我是不是最快？你最快。边听边打。哎、欸，还有人错哦！哎、欸，啊，有 ，OK， 特别记得截图哦。然后是谁 ？Michael 四十八岁。哎、欸，可是我没有看到镜头、啊。怎么可能？有啊，他边听边打。对，我边听边打。可是俊鹏一定最快，对不对？因为他跟我们是同频。对啊，笑死我。好了好了好了，我接到了，我已经恭喜 T R A U M A 底线 Fish。OK， 关于小编说恭喜 Michael， 恭喜 Michael， 恭喜 Michael， 谢谢谢谢。俊鹏，该你了，看你要怎么抽。该我了吗？那今天520，然后大家来说一句祝福的话，然后我来看一下，我选一句，大家来打，大家打什么？哎，选一句我觉得最有感觉的，好吗？可以开始了，请开始。嘉威不会再打了吧？不可能吧，嘉威！哎、欸，我，我这句很有感觉吧？爱你到永远，小猪佩奇，你配我，你配我，这句很有感觉吧？在讲什么东西啦？小猪佩奇啊，你配我，我哥配我，不可能不选我吧？刚有人在讲话吗？没有，没有，刚没有人讲话，好像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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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大家要这样对待我就对了。哦哦。
看到了。我来看一下哦。我来看一下哦。我来看一下哦。对不起，我很挑，我要慢慢看。没事， okay. 慢慢来。没事，反正我们在家也出不去，有无限多的时间。好，大家真的要记得出去，有事情的话就要戴口罩，然后不管到室内还是要喷一下什么酒精，常洗手。嗯。嘉威，你有什么防疫小撇步吗？防疫小撇步，我不是传在群组给你们了吗？你会示范一下吗？示范，因为那个图我也看不太懂。没有，那个口罩，很多人口罩就是戴露出鼻子啊，然后大家记得戴好。不是啊，可是师傅，你传上来那个图片好像有两个图哎。好了，我看到了。另外一个图看不太懂。大家晚安，快去听善存的深情版 MV 哦。在看好，我找到了一句。好的，你选什么？我选说，等一下，这个留言又跑掉了。应该是我小猪佩奇那个吗？祝大家永远幸福，永远 H4 永远爱这样。等一下，耶耶， yeah. 好，那我等一下传给你。好的，他账号是什么？应该让他知道一下。好，那个图真的不要乱传、哦，找不到是不是。为什么那个？为什么他知道？这个叫 X I E S H U A N G H A N， 这应该是恭喜你。嗯，恭喜你。恭喜你。你记得再私讯我哟！好，我会私讯你的。对，台北的安先生吗？好，好，我也会顺便把我那一份拿走，这样。OK， 我还领奖喽！嗨，师傅该你了，师傅。好、哦，我要问大家，善存的MV 留言要刷到多少才会抽小礼物？赶快打出那个数字，最快的我就截图。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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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玩鱼小编上一个是第一个，对不对？我的应该是 CT 的，我不知道看你们的是你们的是哪一个？为什么我的第一个是俊鹏打一万？还有他下面还有一个，我要混淆视听。没，嘉威说了算，嘉威你接哪？俊鹏下面，好，等一下我接。其实小编也算很快，嗯，对不对？可恶，没事啦。有人说一万，好，我接好了，我接好了。是谁？我念出来是不是？对，对 ，W U U X I A O H A I。OK。好，恭喜你！恭喜阳光，喜发发大财！嘿嘿！好，嗯，那换三成吗？好的，我问这个好了。一开始的时候，我有就是我送给腾腾的这一幅画，那大家就是先回答出这幅画是什么意思的人，就是他。我懂，我知道，我知道，我有听到。我要俊鹏，就会我会抓一个大概叙述稍微完整，不用很完整，可是大概意识到，然后叙述的比较好的那个人，就是你只要你只要讲到，对，就是上面、下面跟中间代表的意思就可以了。成人的颜色。
夏天冬天融合变成金色。嗯，我看一下哦。小编说 Michael 比较强哈，冬天跟夏天。吃了那个饼干，结果变成这样，吓到。嗯，但是还有人设，三个。哦，我看到了。安安是冬天，你是夏天，金色的是。哦，有一个讲的蛮好的。对对对对对对对，看一下哦。当然是在拿礼物的，拜托。我看到有一个是。NFUJ， 但他有讲，但他讲反了，因为蓝色是我，黑红色是莉安，然后中间代表是我们两个人的交界，然后他的下面有一个是 WANGHAORONG， 他说一个是夏天，一个是冬天，中间是一起的，是小王子的颜色，那这个比较准确，那我就选你咯 WANG 底线 HAO 底线 RONG。恭喜，恭喜你！谢谢大家。Let's get it。哎，那俊们，我们什么时候要让我加入一下那个游戏？我今天没加入到。等一下玩啊！等一下玩吗？等一下吧。哎，我今天第一名哦！我今天第一名。不可能，你第一名吧？真的，我真的第一名啊！感觉可以，等一下玩一下，要不要？可以玩一下，超强，好啊！小导演，那我们就今天直播，我们可以把所有人全部都加进来，因为可以一个房间可以有二十个。好哎、欸，是用什么？你们是用？那你怎么知道我进去那个房间了？哦，等下传给我。好，还写开直播玩给大家看。好的，小编要不要玩？小编玩，我没有总用这个来决定食物链的那个层次。哎、欸，好啊，好啊，好啊！我真的蛮厉害的。你好什么？我蛮厉害的，我今天第一名哎、欸。不可，我不相信。有机会爬到最顶。对，我已经播完了才有机会。都待在家才有机会爬升。好了、欸，那我们要不要我们公布完最后导演画那个是什么？然后我们就结束，差不多，我们就看那大家看有没有最后520有想什么跟粉丝说的话，我们说完一轮就可以关了。好，嗯，那三纯你要不要先猜到底是什么？我猜爆嘞、欸，会猜到爆，我猜到。他的那个名字是三个字，然后他有两个字是一样的。对，吉娃娃啊，不是。那个叫什么？类似很像 panda 的东西是吗？那叫什么？接近了。那个是什么啊？叫什么、啊？笨笨熊？不是，是什么？它是一个熊啊，趴趴熊。不是，你在动物园看得到的。对，动物园看得到。哎、欸，你们下面的不要在那边打字，然后跟他、欸、拉拉熊，拉拉熊，不是拉拉熊，他们在闹你耶。卡基玛说拉拉熊啊，不是，不可能是大猩猩啊，不可能大猩猩吧？是大猩猩啊，在什么？我都不会画啦，导演超厉害。他有没有不会？哎，对不起，哎，对不起，不是，那不像啊。他原本猜乌龟耶。我们原本也都是猜乌龟啊。我也是猜乌龟啊。啥？那个完了，那个游戏感觉是我的天下。我发现会、啊、这个游戏会让人生气的不是我，会是导演。开玩笑的，好，520，好了，我们回到最后了，好，最后了 ，OK， 还是三十，你自己有什么话想要跟粉丝说？好，那我先，就是520呢，是一个非常浪漫可爱的日子，我觉得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伴的话，那当然就是。感谢彼此，陪伴彼此，
然后继续好好的爱下去。可是如果你没有伴的话也没关系，因为你身边一定有很爱你的家人跟朋友，他们的爱也一定不比另外一半给你们来的少，所以你就带着他们给你的爱继续走下去，一定会遇到一个相知相惜的人，然后希望你遇到那个人的时候你一定要鼓起勇气，像是立成跟牧人一样紧紧抓住对方。祝福大家。所以你说在路边然后看到别人的我爱你，有可能哦，说不定有一种缘分就是这样中了，不一定，难说。真的是很多。我真的换你了，来来来，你现在这么激动，你换你说。好，就希望大家520平安健康，好好在家防疫，加油，大家一起加油。师傅，哦，是不是？好哟，那个我希望，就像善存说的，如果身边有爱的那个人，我希望你们可能可以勇敢的说出口，不管是你的家人、情人、朋友，我觉得都要勇敢的表达你们的爱，因为这是我们永信的精神，就是勇敢的去爱。然后最后我要跟大家说，就是大家也不要再浪费太多钱，就是寄东西给我，就是如果真的手写卡片收到我就很开心了，我觉得心意最重要。大家520快乐，520快乐。哇，我哥感动到断线，感动到断线，他刚刚先去哭啊，受不了，他不行了，忍不住了。对，然后我们在哥哥回来前，我们让小纯跟大家祝福一下。好，要富裕哦，富裕。你要富裕哦，小纯，你有话想说？有啊，我想祝大家520快乐，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像师傅一样这么爱自己的人，但是千万不可以跟师傅一样到处打人哦。嗯、我在 MV 里都被打。大家520快乐，小纯拜拜，快乐小纯哥，小纯哥，小纯哥，我回来，小纯，哎，我哥去哭了啦。可是我刚刚邀俊鹏嘞，再邀一次。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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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鹏不会在路上吧？那我只好帮俊鹏争取一点时间。来了来了，来一下。哎、欸，俊鹏邀你哦。我哥在擦眼泪。哎，回来了，不好意思啊，来吧，这样可以吗？刚你弟说你感动到去哭了，我的网络超怪的啦，没事没事，等等我们可以正常进行游戏就好，可以啊，是顺的，这样可以吗？嗯，可以可以，好吧，好啊，现在换我了吗？好，就是希望大家珍惜当下，然后把握当下的美好时光，好吗？不要让自己后悔。如果身边有很棒的人，就好好把握。520快乐，大家520快乐，520快乐，快乐。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喽，拜不，拜不。拜拜，大家，拜拜，拜拜，拜拜。OK， 我要踢你们吗？我直接关。好，我。